那咱菜都准备好了、啊，姐夫知道我要请客啊？啊？你要请客？那酒都带过来了。我寻思我俩今天请你呢，请我呀？啊？我请你们？我让玉芬早点回家呢，我说跟她有重要事儿说。来来来，我姐夫善解人意，倒上啊。我马上啊，拿瓶盖当激动。你倒这点儿啊？行，少喝点儿。我酒量没有姐夫大。我说两句怎么样？哎，我和玉芬呢，在这儿忙忙翻翻挺长时间了。今天呢，就是想有个大事儿，跟你说一下。就公布一下，好不好？你也有大事啊？我跟这个姐夫，多大的事儿都没我今天的事大。你先让一让啊，我先说两句啊。来，先喝一口。哎呀，阿兰，我姐夫今天。哎，姐夫，哎，我姐走的早，家里呢也没啥近的人了啊。你是我唯一的，也是最亲的亲人啊。所以呢，就今天你代表我姐替我做个主。办个大事儿，好，行，你说吧。姐夫啊，你呀、啊，有这样那样好多毛病，是，但是有一点我最佩服你，那就是你对我姐的感情太专一了。你说，十来年了，你带着小翠一把屎一把尿的，不容易。你就没往前走一步？不是，我寻思这小翠儿不没，我寻思把她婚事办了之后呢，我寻思就要往前走一步，这就没走上。其实这不是理由。你要想走，早走了。你还是专一。我跟你说，岳飞，就我姐啊，就这样的，你说找我姐那样好看的找不着，找赖看的找不着吗？他为什么不找我？就是对我姐太有感情了。就冲这个，姐夫，我尊重你。所以今天你就代表我姐，代表我们的家长吧，给我跟玉芬做个证人。我跟你说，玉芬，我姐夫吧也不是外人。你就说两句，德彪，说，我真没往那方面去想，这事儿都怨我，是我让你误会了，对不起啊。你说想什么？你敢说清？说清把事儿说清。怎么个没想是？我没明白。没事儿，就说人呐都是这种事儿，是吧？有爱的权利，也有被爱的权利。你有这种想法的，就是不纠结怪，应该想。玉芬呢，刚才说的是我听出来了，就是你没有那回事儿，整个事儿。啊。我心里早就有人了。他说心里早就有个人儿，他就这是个误会，可能是误会了。你听明白没？你心里还有人儿？还不是我？
飞镖。这问是不是他，你得说，是不是德彪？真不是你。吃菜了。不是我吗？对不起啊，德彪，你说这事儿吧，都怨我。就心里那个人就不是我吗？那你喝点酒没事。德彪的意思啊是啥呢？德彪也不是找不着人，人家事业这么大，前途就不用说了。说是这事他要弄清你到底心里有没有人家，你说清了有没有？我心里那个人真不是你。不是我跟我姐夫都说多少回了。就差个手续的事儿，怎么就变了呢？这事儿得整准玉芬啊，因为啥呢？你这事德彪他也不会轻易的就误会，反正啥事说清了，把这事告诉人家，你别人继续误会就不好了，是不是啊？我不知道你啥时候有这想法的，我从来没往那方面去想过。我说，姐姐，你这你干啥呀？我说吧，你说我那天跟你干仗，怀疑你，你明白了吗？德彪就是人一根筋，这人没坏心眼子，这就实心实意的。他有人了，你信吗？德彪，你干啥呢？这不啊，你打他干啥呀？他说他有人了，人家说有人了，那就是有人了，你就告诉你就得了吧，你就别往掉了，往里掉什么呢？媳妇跟你没关系。哎，回屋。我不是，你干啥？我不是，我不是。德彪，德彪，彪子干啥去了？他跑了，没事，我去看看他。你等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拿上手电。不用，先不用。哎。出事吧？应该不会。我再去找找他去吧。啊，那你自己当心点。哎，拿上手电。你收拾完吗？你当心点儿。你耍啥玩意儿啊？你是不是让人笑话？都老大不小了，你也是三四十岁的人了，你这干啥冒冒失失的？你搁这躺干啥呀？回去走，来，回去。你咋这样呢？人玉芬都说了，没那事儿就拉倒，想开不就完了吗？那走，跟姐夫回去。走。谁是你姐夫？谁是你姐夫？我醉鬼呀！
大哥，上哪儿去？打车走吧。天都这么晚了，你上哪儿去？我送你呗。给个油钱就行。大哥，你到底上哪儿去啊？上火葬场，你去啊。你这人真他妈有病！你他妈有病！给我回来！回来！你有病！你有病！找到了吗？没找着啊，不知道上哪儿去了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告诉他了。你不告诉也不行，你早晚他得知道。你现在告诉比晚告诉强。你整到最后，这听越烧越高，最后不得整出精神病来吗？那要不咱出去租个房子，别在这住了。我早就这么想过，但是你要走也不能现在就走啊，这不是时候啊。咱怎么也得跟他说清楚了，把这事交代好了，咱再走。咱得对德彪负点责任呢。收拾完了？没呢，你先进去歇着吧。我咋这样了？啊？给人送花不行啊？对人家好不行，没受到女同志的青睐，光受到伤害。彪哥，叫我什么事儿？陪我喝酒，好吧？彪哥，别喝了。喝酒？是不是有啥事儿？想开了。倒酒。倒酒，好啊，哎，坐那。不舍得酒啊，我的酒。嗯，喝了再倒。喝哈。哎，彪哥，就这酒，说开。嗯。彪哥，别喝。哎，呛了鼻子里了。哎，兄弟。哎，彪哥。什么？彪哥。彪哥这人咋样？那还用说啊，彪哥是非常好的人。既然好，那为什么还有人呢？彪哥有啥人？换句话说，没人为什么对我还这么贤惠啊？彪哥，你说谁呢？装什么糊涂？倒酒，哎，倒酒。彪哥，别喝了，彪哥喝不少了。喝。彪哥，这么的，我扶你上床休息一会儿，一会儿完我陪你喝，怎样？彪哥，啊，彪哥，你上啥拽我戒指啊？撸我戒指啊？彪哥，你休息一会儿。你别，彪哥，你这体格能禁住我吗？彪哥，休息一会儿，哎，我陪你喝，你别啊，彪哥啊，我压着你啊，彪哥，好，休息。哎，我现在行没问题。好，彪哥，待会儿我送你回家吧。不回家，我也难受。彪哥，我给你打点水喝。不合适，难受啊！彪哥，那难受是不是要吐？不吐，难受啊！那你哪难受啊？心里难受。彪哥，啥事儿想开点，彪哥。我心里难受。彪哥，别哭啊，彪哥。彪哥，别哭，彪哥。彪哥，彪哥，怎么样？时间还早，再喝两瓶。来，五十。
我上这边住啊。哎，哎，这哪不一样？哎，东哥，我有个事儿总想问你，但是怕你不高兴。啥事你说。听说头段时间你栽进去了，到底因为什么呀？啊，我都是不会了，不会了，好吧。啊，没事，李老板，你也不是外人。我有个弟弟，你知道吧？哦，我知道。前两年，我弟弟交友不慎，认识一个怪人，哦，也毁了他的前程。我为我弟弟讨个公道，就赶回来到他家里去找他。我去了几次，他都不在家，一直躲着我。后来我一气之下呢，就把他家给砸了。把家给砸了？嗯。那后来呢？后来的事你不都知道了吗？哦，那这个人找着没有啊？没有。哎，他是谁呀？我认识吗？你认识？谁呀？你，不是，吴子，你问这老大干啥？好好好，我跟你说，行吗？对对，老板，听我呢。我呀，为什么没跟你说那么多？我是怕你知道太多了会给你带来麻烦，没别的意思。啊，我明白，刚刚。那你们哥俩在这喝酒，我就不多嘴了啊。行，抱歉，抱歉，不好意思啊。行，有什么事喊我呢。好好好。哥，他不会坏事吧？人不错，我弟弟人挺好。话太多了。先生慢走。门童，你过来一下，我问你点事儿。德彪昨天晚上是不是在保安室里睡的？是在保安室睡。我昨天喝多了，我从来没看过他喝这么多的酒，那吐吐不出来，他就说心里难受。那他还说啥了？那再说别的我没听清，喝太多舌头都喝硬了，根本听不清。那他现在在哪儿啊？好像在保安室吧。那你还有没有别事了？没事了，谢谢啊。哎，不用客气，那我忙去了。哎，进。德彪，有事啊？我知道你心里挺不好受的。昨晚上我想了一夜，越想心里越过不去。你说我上城里来这些天，都是你在照顾我。我还给你添了那么多麻烦。你说昨天那事儿吧，本来我也应该告诉你，我和你姐夫，你说这事儿，你姐夫他，云，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了？我明白了。你真明白了？你干活去吧。
那你明白我就放心了。行，我先走了。行行，我这心里也敞亮，你去吧。对呀，有我姐夫在那儿呢。这不是三个人的话题，这。我说我判断的没错吗？你昨儿干啥去了？喝酒去了。喝一宿？我跟你说两句话啊。你别说了，我都知道了。说。不是姐夫说你，你也太冒失了。你昨天那事整得多不好啊！人家给你明说了不行，你就那有啥不信的？什么玩意儿啊！彪，你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你应该有进步了，一分都给你谈清楚来了，心里没有你那就明事了。你别说行不行？你是旁观者，昨天你就在旁边冷静地那么看他啊，你认为他真的没我吗？心里头没有，怎么都看不出来他有你，指定没有。我不信。你说我能跟你说啥呀，彪子？你这么大容易都立下，你说你搁这一天混的这个程度已经不错了，这一点你都分析不出来吗？你还上次听，你说我没法说你现在。昨天晚上我一宿没睡，我想了很多很多，我感觉啊，这个局面是由于我的失误造成的。彪子，你要能说这话，姐夫就高兴了，这说明你能转弯。第一，我说的有点太急了。啊？玉芬没有思想准备。第二，我就不应该当你的面提这个事儿。别喊了，你说玉芬就那么面矮，那么腼腆，就他那种性格，他能当这个第三者承认心里有人吗？你别喊了，你这都你搁这还当个小领导，你去。我彪，你信姐夫一句话行不行？那玉芬亲口跟你说这没有这事儿，心里没你，这就是真事儿，你就应该想开，你还往里掉啥呀？啊？这样啊，有啊，你啥也不用了，你什么也别说了，你别再往前进行了，我就明告诉你，他心里指定没有你。他怎么他跟你说了吗？我就告诉你真话，他有那人。咋的？你不都在场听着了吗？那都是啊，这应该是我跟他两个人的话题，就因为你在场听着，他不能说实话。哎呀，我的那对不对？你可是我跟你说姐夫啊。真是亲戚了，你听我说，昨天我想好想一夜，想啥了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啊！我就这么想的，我试验试验他，我看他嫉不嫉妒我。嫉妒是女人的天性，跟你已经都不激动了，激什么动啊？不是激动，嫉妒，懂不懂？嫉妒是女人的，女人都爱嫉妒，是吧？只要他一嫉妒我啥都应该。姐夫，真的，你看你小舅子的，你看德彪的，我不信我试验不是出。你看着，你说你这咋整？你说你这种人呢？小翠儿，怎么了？嗯，没事，累了。啊，那你休息会儿。
小翠儿，我看你好像有什么事儿。我没事儿。你要有什么事儿，你直说啊！我能帮忙的，我肯定帮忙。吴总。嗯。我想请个假。请假？嗯，想出去一趟。出去干什么？嗯。好的，我不该问。这样，你去吧。谢谢吴总。啊，对了，用我车送一下吗？嗯，不用不用，谢谢吴总。咱们都已经工作这么长时间了啊，可是到现在为止，还有人迟到，还有后厨那一块儿，都给我注意了啊！别以为你们耍那些小聪明不知道，从明天开始，我们就要以热情的服务和饱满的工作态度，开始新一天的工作。顾客就是上帝。解散。老马，你过来一下。啊，叫一下。经理，对不起，我们没喊准，我下次一定喊齐。会不会骑三轮车？会什么？三轮车会骑吗？会啊。那你待会儿送盒饭去吧。啥小区啊？到时候我告诉你。好。小别肉垃圾的，听见没？怎么样了？你动作快点，一会儿人家该催了啊！好了没？我这啊，好了没？经理好。数着给你点对了啊！点对了，一盒不差。这是他们那儿地址，11:30之前你给我送到了。看清楚了，别给我出啥问题。不会。让他们签单啊！啊，签单。不明白啊？什么单？签单，就是谁是咱们饭，让他到时候签个字儿。啊，明白了。这点事都干不了。跟谁都能碰啊！你干活吧你。脾气都这么大呢？够不够了？那是你查的，我不就。那不差一盒吗？那不没完事儿吗？够了，没成了啊！没成了，剩着搁着吧。呀，筷子还没拿呢，拿几双啊？拿吧，十双筷子。别闹了，刚子，你别闹了，出来吧，刚子，你游哪去了？刚子，救命啊，救人呐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！人来了，你吓死我了！我没在闹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给你闹着玩呢。你中午也不会游泳，万一你出点啥事咋办呢？
我下次再不吓唬你。别哭，怎么害怕了？别哭了，一会儿我教你游泳行吗？啊？看上学呀，老长时间没见着你了。你不去拉二胡了？你咋穿这身了呢？干啥去了？你这车里装的啥玩意儿？我在一家大酒店上班，现在给人送饭盒呢。漂亮吗？漂亮，真漂亮。大叔，这咋真香呢？里面装的啥好吃的？没吃饭去吗？我们好几顿都没吃了。大叔，你快走吧，我们不饿。那没带钱呢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在外地做生意，回来的机会很少。我别的什么都不怕，最担心我的弟弟出事。可到底他还是出事了。他出什么事儿了？在四年前，他考上大学。办公室在哪边？同志，办公室在哪儿？办公室。是吧？我这盒饭送来了。盒饭，来来，送这儿。哎，好嘞，热气腾腾啊！各科子弟来领盒饭了，哎。坏了。谁给签字啊？来，我去。好。哎，今天饭量怎么这么少啊？不对呀，这菜也少啊，比平时少一半呢。我这也少啊，这菜也少啊，看看怎么回事儿。都少啊，都少啊，不可能啊！看看我的菜，饭这么少，饭也少。哎呀，这饭就这么点儿。错了吧？我订的是10块钱的盒饭，你送错了吧？是不是错呀？这地址在这呢，说的是半盒的。啊，就是啊，剩一半，剩一半了。这地址是没错，可这饭菜比平常少得多呀。就是昨天满盒，今天剩半盒。你订的可是不对呀，昨天送盒饭不是这人啊。咋不是这人？我昨天没送，那人来病了。我经理特别重视这地方，说是让我亲自送，我就来了。这哪行啊？这饭这量也小。太少了，吃不饱。这员工也吃不饱啊！走，跟我走。王总，你看看，这盒饭就他送的。你是第一天到围着那家上班的吧？我是第一天来的，刚来上班。小旭给他签单，让走吧，明天换一家餐厅重新订盒饭。是王总。别的，这。经理，你可不能那么多货，我饭碗就没了。你还继续给我们这订吗？行吗？谁让你家餐厅那么黑了？这盒饭这么少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就是怎么回事呢？
王总，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完我下次注意，这次呢就少算几盒，完了我发工资的时候我自己买，好不好？你千万不能让这个饭碗打了。另外，我不送盒饭的行，公司的生意不能断了，求求你。既然这样，就当今天什么事也没有发生，你放心回去吧，我们还会继续合作。哎，王总，还不快谢谢王总？谢谢王总。老马，哎，经理好。送去了盒饭。送去了。咋样啊？你第一次去有啥反应没？对我相当满意啊，说我这人挺好，实实在在的。他吃完了吧，我全给收拾干干净净的。谁问你的呀？我问的是咱这饭菜。饭菜有点反应，就说是咱那酿酒。咱每次不都这个量吗？不是，说这次香啊。他说这菜炒太香了，这菜一香就饭也香了，吃就甜嘴巴舌的。是吗？嗯，非常好。我倒有个建议，咱们呢为了保持这个好的客户，每次就量给加点，这样呢建立一个长期关系。行，那倒行。你告诉他给他们加点适当的。谢谢经理。你跟他说，是我跟他说？不用，你告诉他就行了呗。好，好，那我走了，经理。行。这次厨师还换对了。还有什么事儿？吴总，海翠儿，吴总，对不起，我回来晚了。你上哪儿去了？啊，行了，我不问了。晚上有时间吗？能不能和我吃一顿饭呢？行。姑娘，我帮你收拾啊。大叔，您别收拾了，我来吧。我来吧，来吧。大叔，您没吃饭呢？我吃了，我是剩了这白虾了，回去喂鸟。家养几只鸟啊？养了五六只鸟，大鸟。啊。别跟别人说啊！啊，扔是不是也到了？是吧？是啊，装。桂儿，你来了。哎呀，啥事儿啊，小五？我想求你个事儿。啥事儿还求我？求你跟我吃顿饭。吃饭怎么还求我呢？不好事吗？不是，这顿饭吧，不是一般的饭。就通过咱俩这顿饭，我就能摸清这个事儿的真和假。谁家饭店的菜有假呀？不是，我不跟你说过一回我的感情规矩事儿吗？嗯。有点问题。啥问题啊？彪子咋还不回来？你饿了吧？我先给你弄点菜，你先吃吧。等他吧，他说他要请客嘛。